主料，鸡蛋1000克，辅料，扯皮，杜凤爪卤料，卤水汁，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陈皮洗干净后弄碎备用。鸡蛋煮熟后去蛋壳备用。高压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加入自家卤凤爪卤料，加入适量的卤水汁，将切碎的陈皮倒进去，加入适量的白糖，材料拌匀后将煮熟的鸡蛋倒进去。高压锅调至15分钟。烹饪技巧一：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不加白糖。二：卤料调好后可以用勺子弄点尝尝味道，材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增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